感觉这个在我梦里面遇见，就咱俩在这儿走的，然后前面有一辆黑车停在。今天中午出门来了一家当地特别受欢迎的一家意大利咖啡店。长得好看的都各点了一下，因为我个人特别喜欢开心果口味的东西，但是我感觉那个开心果的 cheesecake 比较一般。比较推荐的就是它这个提拉米苏还有酥皮的骑士卷，就是这个。我最关键的就是他们这儿有一个黑人服务生，身材特别好，长得也很帅。我们来了利兹这个修道院，之前疫情的时候是关门的，不敢在人家四点闭园之前来了。然后其实它的入口就是在卖纪念品啊还有那个吃的的那个小商铺，进来就到了。然后我们绕周跑了一个圈，我愿称它为小柬埔寨。我靠！Los dos tan felices. Poderte preguntar con ansiedad y oírte responder mi amor con ilusión. Tenerte junto a mí, soñar y recordar los dos tan felices.